今天才发现我家狗子是个捡漏大王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德福抱着自己的小鱼在沙发上玩得正开心，这时欢喜走了过来，德福伸手去抱欢喜的大鼻子，小鱼就这样掉了下来，欢喜赶紧叼起来就走。自己跑到一边玩起了德福的小鱼，一点不觉得是自己抢走了玩具。猛圈的德福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别人的玩具都比自己的好玩？德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玩具被欢喜玩得不亦乐乎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